原标题：军统真正的老大。回国后，毛主席周恩来亲自接待，此后葬在八宝山。现在我们只要说到间谍情报，我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人物就是戴笠局长。戴笠，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，他的手下有着十几万的情报人员，几乎遍布了中国每一个地方。在当时有这样一句话：只要我们军统真正的想查一个人，那就是今天你的内裤是什么颜色都能查到。不得不说，这真的太恐怖了。在抗日战争中，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。由于他的行踪不定，神出鬼没，他被美国杂志成为这是亚洲一个神秘的人物，中国抗日史上最神秘之人。只要提到戴笠，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会胆战心惊。但这样一个人，他也有害怕之人。这个人就是戴笠的顶头上司，军统真正的老大，军统局局长贺耀祖。戴笠是黄埔军校六期的学生，虽然当时名声很大，但比起贺耀祖要说差太远了。贺耀祖在16岁考入湖南陆军学校，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派到日本留学，资历和威望都是戴笠不能比的。1938年蒋介石的军统局成立之后，戴笠就被任命为副局长，而局长就是贺耀祖，因此每次戴笠见到他都要敬畏三分。贺耀祖虽然身为国民党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很有自己的原则，只要是他觉得不合理的，就算是蒋介石命令的，他同样不会执行。1945年毛泽东曾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，贺耀祖还专门去机场迎接。贺耀祖十分关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的安全，曾多次要求加强保安措施。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次重庆谈判有惊无险，能够安然无恙，说实话离不开贺耀祖的帮忙。后来因为国民党主动挑起内战，贺耀祖主动辞去了重庆市市长一职，拒绝了蒋介石的委任。1947年贺耀祖联合各界人士开始爱国民主运动，强烈反对内战。贺耀祖的行为让蒋介石大怒，派了特务去杀他。还好中方早有准备，周恩来派人保护贺耀祖，并且将他送到了华北解放区。在同一年的冬天，贺耀祖回到了祖国，来到了北京，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亲自接待。在解放之后，贺耀祖任多个要职，最终在1961年7月病逝于北京，享年73岁，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